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起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就是我们第769期的节目。我们将跟大家分享铁工党所推出的一款非常精彩的玩具，这个名字叫做应该是太空桥的看守者，其实就是 Shockwave。 这个包装盒做的非常的精美，很小一个，跟玩具本体已经差不多大。第一次收到铁工厂玩具的包装盒这么小，比之前那个锋刃都还要小。里头的配件倒是相当的有趣哦，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两手臂，它是一个握拳的一个造型，而且是一个透明件的一个处理。它的一个配件当中，其中一个就是有很多替换的手掌，还有一些拳头这些部分。那这个非常简单，直接转下来就可以了。我们直接给各位示范一下，这个在 MP29 里头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敬礼的手势，在这个玩具身上也是完全具备的。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左手的部分直接换上了这个枪，然后呢这边呢就做出一个敬礼的姿势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替换手的话呢是替换，就如同刚刚所看到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难度啊。那这个手臂的一个比较可惜，就是它这个肘部的关节最大只能打到这么多，那变成说你在摆这个敬礼手势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稍微的角度限定，但是基本上做出动作都没有什么问题。手掌部件的替换还是很简单，扭一扭就可以把它给换下来了，一共有三四种造型，各位可以做你喜欢的一个搭载。那么人物的体型大小的话呢，第一个我会想到拿这个合体战争时候的 Shockwave 去跟它做个对比，这 Shockwave 这个比较小一点，铁工厂这个比较大，而且颜色也是相差比较多。它这个配色是比较接近于 MP29， 甚至包括它整个造型都是朝 MP29 呢去做一个高度的，应该讲你要讲抄袭吗，还是讲致敬都可以。这电影第三集完全是生化系的一个造型。那么如果说体型最接近，身高最接近的应该是这个领袖之证时候的一个 Commander Crest， 两个的配色也是不太一样，一样都是紫色啊，虽然都是震波，但是发现大家的紫色的一个诠释的方向呢都是不太一样。那它是最接近于 MP29 啊，我甚至可以觉得它应该是我刚刚手上这几个震波，我觉得就造型来讲的话，难得有第三方的这个玩具，我觉得是做的比刚几个同袍兄弟们还要来得好看的。可能是因为它实在太像29了，包括后面这个背包的部分也都是处理到一样的啊。然后这个头部的话有一个独眼造型嘛，那透光性很好，其实我手的话这样往后面一挡，其他这个光是会被挡起来的。如果这样子看，其实透光性相当可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拿到之后拿到灯下面去照一下，相当 OK。 胸口也是一个透明件，那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刻画，没有很复杂。胸口可以打开，打开之后两侧有黑色的涂装，但是这个平常盖起来好像用途不是很大。头的可动度是这样子，一个球形关节。那手臂的话360度旋转可以，然后这里有个开口，所以呢手臂的平举呢算是可以，相对合，这个位置还算相对合理啦，相对合理，也不太会去敲到头，除非你故意弄过来，不然基本上平举的话呢是不会影响到头部的。额头肌可以转动，手肘呢稍微偏紧一点，最大转到90度，内侧有一个空洞是变形的时候会去用到的。那腰本来是可以转的，但是呢因为后面这个背包的关系呢卡下来之后呢，它这个腰呢就变成没有办法转了，除非你把它这个背包呢给解开，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有一个转动，但是这背包你可能就是要稍微去错位斜开来一下。如果你要拍照啊怎么样，还是勉强是可以做了。那后面的话是有两个卡扣的，左右两侧，这个左右两侧这边各有一个凸，然后扣进去，两边有两个洞。那我手上这一款刚拿到的时候，可能这个银漆呢稍微有点厚，然后就卡的时候卡进去稍微要吃力一点，那磨几次之后就平了，就顺了。后面这个银漆漆面的处理算是中等，不至于说是很好，但是也没有说很差。那这里有两侧有裙甲，那这个裙甲影响不大，不抬其实影响也不是很大。然后外摆内收是个很重要的变形关节，比较偏紧一点。那这里膝盖是一个双动关节，其实如果你待会变形的时候会跟各位说，其实它是三重关节。然后脚的话呢，脚踝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后面是一片部件，以及前方是一片部件，前方部件这里还可以再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再把它往内折一点点，不对，应该是说往上面去分开一点点的一个关节，但是非常的紧，紧到几乎你也可以忽略掉了。那么后方的这块部件比较重要，在做人物站立的时候呢，后方的这个部分在协助人物的站立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帮助。基本上人形状态下呢，把玩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甚至我觉得它非常的帅气啊。忘了提了这个软胶管，这个真的是不折不扣的软胶管。那这个跟枪是本身是 刚有给各位展示过，它其实跟枪这个是分开的，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即使换上手掌或是其他的造型的话呢，这个管子还是存在的。那这个玩具的本身人形下的一个完成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分。铁工厂的玩具在变形上面呢，过去是比较为人所诟病，但这个震波的变形确实是比较有趣的。那可能也是跟29有很多地方比较接近啊。这个地方打开头缩进去，那这里要提一下，这个头啊要拿出来其实不太好拿，这是一个设计上一个毛病。你要把它弄出来的时候呢，几乎你不靠工具呢还真的是蛮难弄出来，就是给各位提一下。接下来的话把这个背包的部分呢给解开，解开之后呢就是在旁边先待命一下，这个跟29就非常接近了。我们先变这个有这个软胶管的这个部分，把它旋转过来之后呢往上面推进来，推到内侧，然后呢把这个软胶管这个部分呢转到外侧边来，以这个地方呢作为基准，然后呢再变形另外一侧，转到同样的方向，转到同样的方向，再把它给推进来。一样拳头的话就是往内侧缩进去，两只手臂呢尽量的往中间做一个靠拢，之后把这个背包的部分呢往前面靠下来，从这个地方这个靠下来，这个部件呢再把它翻折过来，这个上半身这个枪头的部分呢就算完成了。腿部的变形就相对的比较有意思了，首先把这个外摆内收旋转到另外一侧，一样都反转过去之后呢，接下来呢把这个脚后跟都先缩进去，再盖脚尖，这是说明书的一个说法。接下来说明书的一个教你腿部的变法呢，如果你照这样变呢，变得出来呢，那我真的说你很厉害，很难啦、啊、很难啦、啊、两侧都打开，这个部分也可以打开，打开之后以这个螺丝这个地方呢作为转折，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缺口，对应边在哪里呢，在这一侧转过来之后，看到没有，这一侧有一个形状，从这边把它给靠进去，靠进去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大腿收进小腿。为什么它很难收呢？因为它这一带其实是一个三节的关节。我们在变形的时候呢，这里最外面这里是有一段关节，这里又一段，所以它一共一二三三处的关节。那我们要动的时候呢，给各位看一下好了，你看正常膝盖在动的时候，这个关节是不能动到的，我们只要动内侧那个关节，所以这个地方必须是整个打平的。那具体来讲要怎么做呢，就会非常的不容易做。那我的做法呢是把这个地方给整个扭下去之后，利用这个地方的这个部分，这个把手这个部分先不要变，先这样子把它整个折到这一侧之后，再捏住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整个是平的，这两个膝盖跟大腿呢是要一样打平的，不要去折到，利用这个方式呢顺势的把它给滑进去，这个地方再盖上去，整个的腿的一个收纳呢才会达到一个漂亮的一个收纳。这是一个我觉得是有点算是必要性的技巧，如果你不是这样变呢，这个基本上是非常的难以收进去。那么另外一侧的变形呢，我把它的这个零件呢给拆开掉，我把这个小腿这个部件把它拆开，这样各位看得比较清楚。因为我发现它说明书上面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剖面图要给大家做一个讲解，它的一个变形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必须要保证变形完成的时候呢，大腿跟膝盖这个部件是完整的，所以你在往内推的时候，我刚会建议你是先把它给往内这样子，先往内这样子推到底之后呢，然后我们再顺势的把它往上面推进来，就是希望呢保持住这个关节的地方是一直不会被推移到的，这样子顺势的把它这样子给推进来。这个我另外一侧就是推得很顺，这一侧的话呢我很希望跟各位讲解这个灰色这块部件，但是我发现镜头怎么带不到，干脆就把它给拆开，然后就给这样子做一个比较。因为这一带呢我发现如果不是这样讲恐怕不是很容易去讲解清楚了。然后这个部件呢就暂时的先把它给再锁回去啊。部件把它锁回去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刚刚下方的这个，我们再重新讲解一下这里好了。这个转轴处转过来之后，这里有一个方形跟这里有一个斜角，这样子互相去做一个结合，这边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以这个地方黑色的这个钉子地方为铆钉的一个转轴过来，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卡扣，把它扣进去，两腿呢再做一个合并，然后呢两腿应该讲说枪
握柄吧，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一个两侧的一个合并了，然后这个做一些细部的调整，然后因为它腰身可以转动，这个时候腰就可以动了，记得把它调整到一个正确的位置，裙甲呢给压到一个密合的位置上面，然后做一些最后的一些细部的整合，都是很简单的动作了啊。就这个腿部的一个收纳是需要花一点时间熟练一下那个推的一个劲道。我们来看看这个铁工厂正波的枪形态，首先呢问题有没有呢，我觉得基本上就变形的时候就是这个腿部的收纳是需要熟练一下，那外形的话就很像MP29 啊，非常的接近，连这种紫色的感觉这都是无限大的接近吧，我感觉是这样子的。然后后方这两腿中间呢，我发现好像没有一个卡扣啊，稍微有点可惜。那虽然说一体性还是很好，基本上也是不会晃。那握柄的话呢，各位可能会好奇说它可不可以跟官方的军事合体，就合理战争的军事合体来搭配，其实不行的。如果你就算你换了第三方的手掌，这个还是握不住，手掌的话还是比较大，这个枪柄的这个大小都比较尴尬，不上不下的，基本上是扣不住的。然后这里也有一个透明的一个瞄准镜吧，一样一个软胶管件，软胶管件只有这边有孔啊，另外一侧就没有了。那枪的一体性完成度还是很高，那这里刚刚我已经把这个如果你不把这个，你可以换成拳头或换成其他的一个部件，那你这个为了能够让它能够立在桌上，我就暂时先把这个部分给拆掉了啊。平常你看你要换成其他什么拳头或怎么样，就端看个人的一个喜好。那我们可以把它跟官方的这个合体战争时候的这个也是指挥官级吧的一个枪的两个做一个大小尺寸的对比，当然是这一次铁工厂这个版本会感觉比较大，配色也是一样是紫色，但是有很大的不同啊。造型的话虽然都是枪啊，但是呈现出来的样子还是不一样啊。铁工厂这个是比较靠近于 G1， 毕竟还是非常接近 MP29 吧，然后这个就是感觉比较现代的一个科幻感觉的一个样子，当然它这个还可以变成是，你可以脑补成它是一艘战舰吧。我们这个的话可不可以呢？当然也是可以啊，看你怎么去想啊。就这样，这叫什么潜水艇吗？这完全是你个人去想象吧。那整体而言的话，这一次的做工算是中等，没有说很精美，因为它其实在腿部的一些边边角角毛边的处理上稍微有一点点退步，没有以往的玩具那么精美，这稍微有一点点退步。那变形就是这个腿啊，可能是需要好好的去熟练一下。那变成枪型之后真的很好看，非常有这个 G1 的一个感觉，那整个人物的完成度还是偏高的。那就铁工厂的玩具来说，这一款的变形算是比较有趣。那就今天跟各位做这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